起来画超简单的新年壁纸吧。找到锥形画笔，原本是在设计师画笔分组里面的，大小虫压条小一点，填充一个红色，新建图层，画个橘子，填充。进入变换工具放大，打开对称工具，新建图层画兔子，点击填充，画耳朵，填充。找到软喷笔画腮红，新建图层画耳朵里面，填充。合并所有兔子图层，感觉有点小了，放大一点，再加两个橘子，笔刷调大，加几个绿点，写上字，完工。